先行日前为了宣传新歌上节目《饥饿游戏》，大战饥饿舞主，不料舞主却对主谋取的团名五高腰相当嫌弃，觉得很带赛，坚持改名为五激情。在游戏过程中，两边战力势均力敌，每一关都在捉对厮杀，相当刺激。引人注意的是，游戏前各队每人都必须认领一个数字，并且不能被敌对知道。正当两队在相互试探对方时，就丰泽语出惊人的说：“还是我们问我们队的小赖，你是零号还是一号？”一番话让众人都哭笑不得，一旁的王仁甫则搞笑表示：“有必要在这边解惑吗？”